这死人要不要带回去了？两个死人啊？这保温，反正撒点水可以了，有一点点有什么关系吗？啊，关系很大的，撒点水下面，速度要快，干嘛要快呢？我洗干净的。那个是瑞士的业务员啊，不知道瑞士的我不熟。那个长毛那个，那啥，不要什么都熟，知道吗？现在定位不了，几十万吧。再拍视频要快一点。能拍几分钟？视频嘛。刮胡刀是不是也要洗一下？什么嘛？刮胡刀要洗，那是他。好了。